先听红色的门，请开始。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。好放松的唱法哎，也很陌生哎。我们认识这个人吗？我们不认识，而且他也没有要较劲的意思哎。我们多年来已经没有听过这么放松的。对啊，他感觉应该是很想回家。黄门后面的歌手，请开始。就请你给我一多一点点温柔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不要笑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让我一直。不要笑，不要错，让我一切带走。为什么这么少遇到这种唱歌唱的蛮有卡词的人？而且你在后面又看不到你的脸，不是可以看大字报吗？你为什么选一首你会唱错的词啊，同学？在后台太久了。你不会在喝酒吧？等太久了，太了我快睡着了。睡着。好，十位同学，黄色或者红色的请举牌。哦，那个我们先这次先看红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先看红的，因为我有点好奇他是谁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红色的哦。是，欢迎。你好，小 S 姐。欢迎。你好。大家好，你是？我是林心扬。你是歌手吗？对。我们有见过吗？没，有啊，有。我十年前跟小 S 姐是伪中帮的。哎呦，对，十年前，师兄啊，师兄。所以你本来是要当主持人吗？以前是培训要当歌手。哦 ，S 也是歌手那时候。对，没错。所以你的我可以先把这个专辑送给康永哥跟小 S 姐吗？可以啊，欢迎，谢谢。所以你等的比张新杰更久哎。是，十年。啊，等了十年这个声音，为什么等了十年还那么放松呢？这个声音，对不起，因为刚才在门背后，你的歌声被我们认为稍微生活化了一点，就是你是因为我希望唱歌让别人听起来是舒服自然。所以十年前我对你还好吧？很客气，很亲和。是，那后来就不在伪中帮了，后来继续当职业军人。然后退伍之后才又回来。为什么去当职业军人？因为以前我觉得那时候年纪小，抗压性不够，所以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，我就觉得那就选择放弃好了。哦，对。因为他看起来是不是很老实？就不太敢问他太多刁钻的问题啊，他会昏倒。我会哭。好，因为没有票没有多，所以不能表演整首歌。可是还是恭喜你出新专辑。谢谢。